手要一定要拉得很长。好很多哦。需要改变的地方就是大家的手，拜托伸直，好吗？早上的时候贴耳朵，手上伸直，用伸直的擦汗。像那个什么，用到我们表演会，早上扶到我们的正脸，好吗？是拜托你了，你动动脑，动动每个人。注意你的脚下。还在振翅高飞的那种状态，不要让你的手停哦。